같은 뱀냐 마마기 지와와 뱀냐. 睡觉了。这个故事是这样的，民宿人员交代我们过某一个点要打电话给他，不然山上没讯号，太晚柜台也没人，但我们还是忘了。这是我们今天的救命恩人，我们今天的救命恩人。由于我们为了吃麦当劳多绕了一个小时的车程，到山上后根本没办法入住，因为柜台根本没人。我们其实很幸运遇到一对老夫妻，先让我们进去他们房间洗澡外，还教我们现在该怎么做紧急处理。谢谢。好热情啊！热心阿姨的温暖我的心。正当我们打算要睡登山客的休息室时，此时柜台人员出现了。我看我刚刚讲跟我同事说，你们怎么做这种师傅事情，居然没有传统说，还好是你。好吧。神圣的兵。这里要慢动作。脚脚。